谁可以向法庭申请接触法令？以下人士可以向法庭申请接触法令：家长、拥有与该孩童有关系的住所法令者、监护人、将孩童当作亲生般看待的继父与继母、于过去五年跟孩童居住至少三年以上之人士，及任何从拥有家长责任的人士中得到授权的人士。如果你并非以上任何一类人士，就得从法庭取得许可。